团长吼，顾问吼，啊，大家好。啊，即摆甲大家报告吼，咱即届咱这啊第四段地段，即个是一条龙路，跨度差不多4公尺啦，1400万，吼，这个即个案子吼。谢谢我们议员给我们支持预算，我们才能够这个来这个地方来做建设。哎呀，谢谢我们乡长、主席还有村长代表，大家也很关心地方的这个预算哈。那这个有都开始落户了哈。啊，我们能够找到资源，就尽快来帮大家这个来协助。大家好哈。啊，这个点哈，啊。竹港乡的竹武，沿竹路一直到这个环道吼，里面的环道呀，啊，一个斗院路，现在的这个太平路，吼，要来一直到中科重要的道路吼，啊，这个要改成176巷家，啊，拢总长度改成591公尺，跨多少？因为那个人口盖是常常都要开的，就没有办法。那个部分的话，我们就会尊重他们的意见，保留。啊，咱的德腾乡吼，啊，咱拢知德腾是咱这个农业真重要的这个啊大乡吼，那真感谢咱议员的支持吼，所以咱即届伫咱德腾乡吼，包括咱的这个啊德五路哦，这个部分啊，就是为咱竹林路一段中游这个竹林路开始，一直到咱竹林路的这个176巷，那这个部分的长度有591公尺，那经费是拢总380万哦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咱这伫啊土库村这个民生巷的啊这个部分呢啊，原来有来施设吼。即届呢啊有几条啊龙路，包括咱的这个福平路、安龙路、甲土啊民生巷，以及咱的这个德西这个龙路，拢总原来有4个大路吼。那总共咱将近3公里外，那投入的经费有1429万6800，所以今仔来到遮拢总是1700多万。的这个经费，啊，希望讲真增加咱的这个啊农务也好，啊是咱重要这个环保也好，应该修缮吼，让咱的乡亲哦进出更加方便。啊，伫遮再次感谢议员对咱医生的支持，感谢咱公所代表会吼，啊，地方的这个村里长代表，大家对这个地方建设的这个啊关心吼，啊，这个再次的谢谢大家。啊，今天哈啊非常高兴哈，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县政府县长。啊，现在我们所在地方是我们竹港乡的一个重要的路口，那我们往北这个路口是通往我们二林镇连斗，也是连接以后非常有发展的中科。另一个线路就是通往我们这个I19线。那最近我们就是封锁也这个人行步道的施工，相信我们这个整个路面整修，结合我们整个人行步道起来的话，整个环境一定非常的舒适。那也感谢我们这次总共有5处基金会高达1700多万。那这如果没有县政府县长的帮助的话，为我们偏乡真的这个经费我们是非常的困难。那在这边非常的感谢县长还有所有议员对我们竹港乡的大力的支持。我今天来的时候呢，也就接近